西西，欢迎豆巧儿，欢迎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这是我孙猴，孙弟弟。欢迎火哥，我们活动的话是9点钟开始，宝贝们。对，待会儿我们做一下，我们活动9点钟开始。活动9点钟开始，我们点到10万赞，我们就点到10万赞开始我们的纪念抽奖，好不好，家们？点到10万赞。晚上好，晚上好。感谢我们小关哥的飞机啊，给大家抽个奖吧。我觉得你的口腔溃疡还是我们做个开场数据吧，家人们，好吧，我们把开场数据做一下。Down, down.
Did you ever think of me? But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And I know the reason. Did you think that I won't see? But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thought.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m not a dog, that all it'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come back to me, to me. No need to fall on your knees.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thought.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m not a dog, that's all it's ever been thought. Still wait patiently, come back to me, to me.欢迎雾辰哥。
我们可以把真的一起点点呢。Yeah, if y'all feeling that right here, let's do it. 谢谢我们陈宇哥，感谢我陈宇哥。Excuse me 是吗 ？OK， 今天就是满足大家。怎么左上角的赞赞可以一起往前面再走一走呀？I'm not afraid to
们是抽奖，就是不是就是粉丝回馈。没有加团了，我们可以一起加加团。我们是粉丝回馈大家一些，刚开始的话，我们是送那些188红包，感谢我们情歌是有情歌，对。然后最后我们 iPad 的话是，大概要9:30或10:00再抽给大家。好热，谢谢大家，谢谢宝贝们，感谢我们情歌，谢谢我们陈二。第一波红包福袋，第二波是抱枕福袋，第三波的话是我们7级牌子、6级牌子以上的 iPad 福袋。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可以，我们总共有1、2、3、4、5、6。送给大家。对，数学数不清的，感谢我们135个的浪漫烟花，谢谢。啊，我先把我的福袋抽完吧。10:00以上的 iPad， 还有我们的288福袋红包福袋。是的，欢迎天道晚，我还有个小本子记呢。6级以上，我说错了 ，sorry， 口误。是的，谢谢大家。9点。
开始，就是现在。我也登记，你帮我登记一下。我们最后的话是有一个，最后有一个会员福袋，对，会员的话会好中奖一些。你是二级。这是我第一次搞这个活动，我头都懵了，不好意思，家人们。给大家发一个福袋，我们是十个人，要看哪个幸运者。好，我就跳舞给你们，你们就一起哦。是抱着，现在这一组是188红包，宝贝们。感谢我们小俊哥，谢谢。
的脸蛋儿了，我把它发小，发小一点点就不会挡住我美丽的脸蛋儿。是我们的五二零，能看得到吗？对，最后一波是最后一波五二零红包，可以看到是吗？那我就这样了啊，还只有四分钟。感谢我以后哥的花海泛舟。OK， 他们好大哟！我想把它放出来一点。谢谢大家，谢谢我宝贝们，谢谢我野货哥，感谢我们野货哥，谢谢。好，我们再给大家跳一波吧。
他会有优惠券这个东西呀？为什么他会有优惠券？啊！他为什么会有优惠券这个东西呀？我抄一下，选前十个哈、啊，我好笨呢、哦。我截个图，你我等我一下。恭喜白云。我截个图，你们等我一下。是这样子，我念一下名单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有糖豆，这是第一波，对，这个是第一波。我下播站登记吧，现在登记。我念一下吧，恭喜张伟、白云、小豪，还有我们颜色，还有我们恶人，还有我们左左，我们 SNAI， 我们沉默、糖豆、风情跟默然。哦，默然没有，就风情，就情歌。只要抱准吗？这才第一波，对，这才第一波呢。我们点到二十万，我们就第二波开始啊，家人们。感谢我们，谢谢我们空白哥，把优惠券去掉。好 ，OK， 我把优惠券去掉。第一波的话是二级牌子，对。把这个去掉了。嗯，哎呀，我好像有点笨呢。OK， 好，我们点赞点到3.2万赞，我们开始我们的抱枕吧。再点两万赞，我们开始我们的抱枕，家人们。抱枕的话是长方形的抱枕哦，是长形的抱枕，不是那种，不是我实际牌子发的抱枕，实际牌子发的抱枕不是那个，是我们的。感谢我潘先生的心之玫瑰，谢谢我们潘先生，是长形的，就是说跟那个还是有区别的。有妍妍波有。版本就是说全身，对，是全身的。如果大家要的话，你就可以一起抢一下；如果不要的话，就是也可以一起抢一抢。对，我们再点，我们再点一万赞，还有一万赞。抱枕哟，宝贝们，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为了这一次半周年给大家的那个抱枕。对，大我到时候我发微博。欢迎我们小关哥。那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二波了，宝贝们，我们再把赞点一万赞，我们开始我们第二波。第二波，然后第三波的话就是10点开始。十级的话进群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十级的话，我们进群就可以了。你抽的太快了，我都怕抽不完。你相信我，这肯定抽不完了。如果啊，对，如果等一下抽不完了，因为一个福袋10分钟。
第四波的话是七级六级以上，然后第五波的话是开会员，就是会员的负担。第五波是会员负担，最后一波的话也是我们的会员负担。谢谢。可以设置一分钟，一分钟都没有什么体验感，一下子就到了，有些人还没来呢，是吧？谢谢我们潘哥，感谢我潘哥，谢谢我们女陈陈宇哥。那我们开始第二波，也是二级就可以了，就二级就能够抽了，宝贝们，二级就可以抽，我们开始吧。对，第二波的话是。Yo, rock that beat, how I like to move my feet, how I like, cause all the girls around. 好，姐妹们，兄弟们，家人们，这一波的话是抱枕福袋，这一波的话是抱枕福袋，家人们。Let's turn it out and make my day. Hey DJ. 这一波的话是抱枕福袋，然后是长形的抱枕，很长。Are you ready? 比我的命还长的长方形抱枕，比我的命还长。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参播，二级牌子以上都可以参与。Yo, check out the chicks in five, four. Yo, DJ, yo, turn that music up. 然后的话，我们第三波的话，我们抽 iPad 的话，就是十点钟啊，家人们，没有来晚呢，有没有后门啊？有啊，你把我娶回家就有后门了。别说是什么什么那个抱枕呢、啊，我天天让你抱着我睡。好不好，家人们，我们一起参与一下捧捧场嘛，今天就是说起不起啊。谢谢好兄弟的分享。那起不起的话先拿个抱枕回去抱抱吧，说不定哪天抱习惯了就能抱到真人了，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呀、啊？那说不定哪天抱着抱着，他的愿望就是抱了真人。你我的红包比较实际，可以。感谢我情哥，谢我情哥，感谢我情哥，谢谢。抱真人比较好是吗？感谢我们君悠。说明你知道女孩子是水做的吗？冬暖夏凉。你不知道女孩子她是水做的吗？居然还有人嫌人家热。还是有优惠券。哎，我撤掉，待会儿撤掉，不好意思。嫌我热的话，应该有人嫌我不热吧？对，应该有人嫌我不热吧？是不是？啊，优惠券不算呀，咱们可以一起冲一冲，说不定，对，家人们，咱们一起冲，说不定，说不定咱们就直接中了，家人们。左上角的福袋，你可以一起冲一冲，左上角福袋，咱们左上角福袋一起冲一波，图样发一下吗？微博，好的，就是很。
性感啊，这稍微性感一点儿，对啊，很长很长，就是说跟抱着我是一样的，就喜欢热的感觉。感谢忍者山东的阅读会员啊，对，十个抱枕啊，就目前来说的话只抽十个抱枕。对，然后第三波的话我们就是第三波我们就是给大家发那个 iPad 9，是七级牌子以上给大家发 iPad 9。微博也是同名一样的名字，一样的名儿。就算没有报到那个图，也要看一下，是不是？比我的命还长。对，比我的命还长。主要是做这个活动，主要是感谢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真的很多人，就是从我刚开播看到现在，所以说就是说很感谢大家，送大家这么多的粉丝福利，也是希望大家以后能够看爷爷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每天过来给爷爷点点赞，然后扣弹幕，我们一起把那个数据越做越好，好吗？谢谢大家。啊，十七级送电脑，我把我的命送给你。啊，直播间不能展示哦，抱枕的话，直播间展示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哦，不行，我得走，还得把你们也一起带走。啊，直播间不能展示，对。啊，可能咱们一起走，就是这样子的 ，OK 吗？抱枕要做一个宣传，到时候再说。把你带走是吗？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一起打包带走。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是擦边的抱枕吗？哎，你可以这样认为吧，就是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就是拍的，你可以这么认为啊，就妈妈看到会打死我的那种，我都不敢发的那种啊，就是我妈看到了，就是说。连夜扛着那个刀，就扛着那个棍子就来我家了。啊，没搜到是吧？我现在发。OK， 那我现在发吧。我之前发过，可能之前发过被审核了吧，应该是。之前发过，被审核过，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家们，啊，看过是吗？啊，好，收了抱枕发给我妈妈，你是懂人心的啊，我劝你好自为之 ，OK， 我劝你好自为之，这一天到晚。得不到的话就看看吧，谢谢呀，那就看看呀，我们一起还有几分钟时间呢，对不对？咱们还有一分四十秒的时间呢。啊，搓完这一把的话，我们就十点钟搓啊，十点钟给大家在，但是我们的福袋是不会停啊。哦，福袋的话，我想一下，等一下发不了福袋。福袋今天。一波两波三波四波六波的话我们都到时候再发好吗？这第二波，第二波是抱枕，第三波是iPad 9。
翻译了吗？妈妈的微博是什么？我怎么会告诉你呢？你好笨啊！对，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电话。对，除非你就当我男朋友。谢谢，欢迎大家！我们左上角感谢我们爱情，谢谢我爱情，咱们一起把我们的弹幕，对我们把抱枕弹幕一起扣出来，我们最后44秒钟的时间，最后40秒钟的时间。我中了，要是中了能换真人吗？换我一双袜子吧。对，换我这只臭脚给你闻一下。德尔萨，东城哥你也中了，德尔萨，勿忘初心和烟雨。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是我们的牌子，第三波是我们的6级牌子以上，烟雨中了，恭喜大家！最后一波的话是我们的会员，最后一波是我们的会员福袋，对，加呢，对，第三波是阿派9。找稻草哥也可以，对，你找谁都可以，找稻草哥也可以。裴亨娜，你今天今天怎么亨娜来撵我啦？他怎么人呢？人呢？有没有奖品是你的口水呀？找管理吧，就是找稻草吧，我管理辛苦了。没有中照片，没有中抱枕，我们中一个。咱们有加团的宝宝可以加团呢，谢谢。那就点个20万嘛，家人们。干嘛？我们这个小姐姐跳舞很好看的，我们这样吧。哎，你不知道今天我怎么事儿吗？我今天没连麦呢，我今天不打算接麦嘞。我今天也没怎么打哎、我今天你没有看我的就是昵称吗？那就不打了是不是？那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拿你当第一个开，就是给大家又开个荤呗。我只是觉得你跳舞特别好看，我列表中最好看的，所以那我们就找你开个荤呗。你看不出来，对我都没有接麦呢。是中间还是结尾啊？中间吧。啊、那就中间，那就中间嘛。对面跳舞贼厉害，贼好看，身材贼好。兄弟们，我给你们找福利来了，福利、啊！我希望你今天就是说啊，今天就是说，10块钱就能看他跳舞了，兄弟们。能接得住我们家这些哥哥姐姐们的啊。这个是对面是大主播，对面不仅大，就是身材凹凸有致。别说话，闭嘴，容我。你好像今天很嚣张哎，你怎么敢？你哪来的勇气？哎，对面人去哪里了？哎，对面人去哪里了？不会是被我们的就是说人直播间的人制胜住了吧？震慑住，直接就走了。哈。
他不被抬了吧？还有孤单，对，我们到十号加梦，我们就是说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半小时的话我们就他被抬了。对面直接战术性后眼儿，战术性后退了。你怎么知道抬了？他直接就是退出去了。啊，第三波是六级以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发给你啊，转发给稻草。哎，我等一下转发给你吧，我现在转发。我等一下转发给你，我都截图了呢。对，因为现在转发给你很乱，因为我就是说这个就是做事儿的话比较条条有理，井井有条，我都会拿个本子记住。对呀，我拿本子记住，然后就是一排一排的，不然的话我待会儿就忘记了。中奖的话我们可以找稻草领啊，宝贝们，找我们的稻草。稻草宝贝今天辛苦一下了，拿出我的小本本啊。你没有说我啊，读书都没有这么认真，我跟你说我读书比这个认真多了。对，我截图了，截图了。你们的话你们也要截图啊，啊，手机后台的话它会有的，它会有提醒，就是你中奖会有提醒的。第三波是十点钟，我这个人最爱做笔记了，老爱做笔记了，所以说因为我记性不好就有点笨，所以说我的笔记都做比较多。已经第三波了，是你有这张水桶吗？我没有啊，可能是骨子里面就是带有一点点吧。欢迎魔风，是的是的，福袋中奖就是。欢迎我们琪琪，我们去出去。我想找，我想找九月给我们一起打个榜十。对，今天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家的榜十能够赢，我没有其他愿望，好吗？我今天的愿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家榜十能够赢，拿出我们家凝聚力，我就想跟他打个榜十。有上海银腾腾吗？啊，福袋官方安排了，有别的方式不？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官方不让你中呢？还有蘑菇泥风，对，你的意思是九月他应该开播了吧？怎么可能嘛？每个人都有啊，对，不一定就是说你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福袋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公平的了，而且我设置的都是二级牌子以上的，就是说刚加团的可能也还抢不了，这已经算是比较公平的了。啊，我为了你们操碎了心，我还在想呢。咱们一起把站站往前面冲一冲吧，家人们，好不好？我们有条件了，我们宝贝们一起把站站再往前冲一冲。你说稻草你好亲切哦。对，福袋已经算是最公平的了，因为如果我要给你们截图的话那还是有点不太公平，我个人认为。对，这个福袋的话大家中了谁就是谁了，中了谁就是谁了。然后我们第三波的话是我们的六级牌子以上的阿拍九。嗯，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然后是我们的六级牌子以上。对，然后到十号的话，到时候是288，十个288红包，就是反正给大家发。还有白小屯儿，对，姐兄弟哥哥们，就是哥姐姐们，大家中的话，就是到时候给我们稻草看一下好吗？你们中的话，给我们稻草看一下。我就给你们，我先把它发了吧。稻草，我先发给你啊。转发。
发送转发发送转发发送。嗯，因为我的电脑不是很熟，好像是有点笨呢。发送好，欢迎生气啊，蛮复杂的呢，不太复杂呢，我好歹也是9015教育出身的啊，这是这些还是可以自己弄呢。tay một cái hai em như là big box với chữ sofa đặc cấp thực sự là phải biết cách sử dụng meta đô la cầm một hình cái gì我这么优秀会对电脑不熟电脑等一下第三波的话我们重讲了九月呢九月就打九月相信我读满9年了、嗯、啊他在跳舞啊好 OK 他在跳舞、嗯、他开了是吗那他应该在跳舞跳完我们再连他谢谢我们浅唱老婆啊感谢欢迎我浅唱老婆第三波还没抽呢我们 iPad 9还没抽对 iPad 9的话我们还没抽会不会有人中两个中两个是人家的本事啊你可以拿10个号你可以拿100个号过来来我直播间中对如果你中的是你的本事好吗宝贝没有关系你不要在意别人拿多少个号人家也是就是每个账号你中6个你中10个全是你一个人中的都可以那就是你的本事以及是你的运气了 OK 第一个什么时候发来着什么东西啊第一个福袋吗凭本事一个都不中啊！对，我们可以看通会员呢，我们会员还有机会，可能的话会员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家的会员可能不多，所以说会员的机会会大很多，家人们。感谢我们丸子真爱玫瑰，谢谢我们丸子真爱玫瑰，凭本事，全中的话可以送主播吗？全中的话可以、啊。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对对那我就跟你了那就下辈子无忧了对不对嗯是吧 Hello 露露 Hello 露露Hello 露露啊你声音好小哎好奇怪哦为什么啊、哦、他可能卡了Hello， 露露。卡了，好像。你我卡了。板石，你能不能玩？板石可以呀、啊，可以玩个板石。我刚好就是找人打板石来着。要玩纯宝石还是加宝？加宝吗？板石加一个尾数或者是总票可以吗？嗯，可以。可以可以，那好，那我们就玩一个板石总票加双尾数。单尾吧。单尾数啊，可以也行。好那我们就单尾输 OK 输了的话输了你说酒店打电话、啊、说我是沙漠公主我带了一批骆驼过来你们那儿有草吗啊好可以入住吗好吗好、嗯、OK 没问题没问题嗯欢迎车厘子板石左票叫单尾 那开始吧OK， 闭麦，拿票，闭票，拿麦。欢迎车厘子，第几波了？我们这是第二波，第二波刚结束呢。目前是第二波刚结束。对，目前是第二波刚结束。嗯，咱们一起打一波板石吧，家人们，可不可以啊？我们一起打打板石、啊。对，现在是我们的第二波刚结束。我们可以用那个
着亲吻，我们可以用亲吻热气球加个榜，我们打个榜十加总票。欢迎大爷，谢谢我们这次第一波，感谢大家，谢谢大啤酒，谢谢宝贝的大啤酒，谢谢我们北北的真爱玫瑰，感谢我们北北的真爱玫瑰，谢谢家人们没有加团，我们可以加个团呢，感谢我们，谢谢我北北，感谢。我们可以用亲吻热气球，我们可以用亲吻热气球，我们的闪耀星辰和跑时间一起占个榜呢。感谢我们丸子的万象烟花，谢谢我们丸子，感谢我们丸子，谢谢我们丸子的万象烟花，谢谢。嗯，对，今天的愿望就是能打榜十，我们今天打个榜十，好吗？我们第三波的话是10点开始，欢迎我们爱死风。欢迎我们豪城。感谢我们琪琪的比心。谢谢我们琪琪的比心，谢谢我们琪琪，我们还差榜十，还差榜十，还差五个，还差六个，家们，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多喝热水，我们的热气球，我们的亲吻，可以一起多占一下榜哦，家们。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榜十呢？我们榜十还差六个。榜十还差六个，感谢我们逗比虫的亲吻，谢谢我们逗比虫，我们榜十还差五个，咱们的榜十还差五个，感谢我们逗比虫，谢谢。咱们家有条件的可以往前面增了一手，白鹿他们家打榜十也很厉害呀，白鹿他们家打榜十也很厉害，还有我们独家记忆。感谢我们逗比，谢谢我们志刚，感谢我们志刚的小心心啊，谢谢。欢迎一天到晚，感谢我们能把的浪漫寻觅，谢谢我能把，感谢我们能把浪漫寻觅，谢谢我能把浪漫寻觅儿。谢谢，欢迎百花。对面的榜四五二零了，对面的榜四已经开始五二零了，家人们，我们家能不能？直升机啊，感谢我们神秘人哥的直升机啊，谢谢神秘人哥哥。对面的榜四五二零了，北北七七能不能够能榜，能不能再智能一手呢？咱们照对面的榜三一起打一波啊。谢谢我们神秘人哥，感谢我神秘人哥。对，我们还差我们的榜还差四个，我们可以把榜破百吗？家人们，我们榜还差四个，有没有亲吻？对面的榜三七百二了，我们有没有亲吻呢？家人们，还有我们小涛子，咱们家的榜还差三个，我们的榜十，对面的榜我看一下，对面的榜四已经是520票，榜五都520票了，家人们，我们能不能一起往前面再智能一手？对面的榜五都已经520票了，家人们，啊，冷冷可以再往前面，我们再送一个热气球，我们占个榜吗？可以把榜再占，感谢我们菠萝，谢谢我们北北的浪漫寻觅。菠萝 OK， 差最后两个，感谢我神秘人哥，
面的榜三的，然后我们把榜十打好看一点。欢迎我们小迪，还差两个站榜，有没有在一起冲一波？差两个站榜的，咱们还差两个站榜。感谢我们神秘人，谢谢我们神秘人，谢谢我们北北，感谢我们奇奇，谢谢。我们还差两个人一起占个榜吧，家人们，还差最后两个。很感谢我们小迪的爱你哟，谢我小迪。小迪能送个亲吻吗？小迪，谢谢我们九，感谢谢我丸子分享，感谢我们夜雨，感谢我们夜秋夜雨声，感谢我们清玄。好，我们家的榜五可能要补点票了。七夕有没有热气球？北北有没有热气球？那个菠萝哥哥能不能补一个热气球？对面的榜五已经是一千票了。欢迎我们无情，欢迎我们干饭哥，欢迎我们头发，欢迎我们风云。阅读会员，谢谢我们琪琪。啊，北北可以再补一个热气球吗？北北，我们拿的是榜十，我们的榜十要打好一点，我们榜十还差很多呢。啊，谢谢我们干饭续费，感谢我北北万象烟花，我们还差一些，家人们，咱们还差。六，对，我们的榜十还差一点点，家人们，榜十还差最后两个。欢迎野货哥，感谢我一天到晚的唱给你听，谢谢我们晚哥。对面加成了，我们一起冲一波，加成一起冲一冲。感谢我们周末的亲吻，谢谢我们周末。晚哥，感谢我们小弟的浪漫花火。小迪能不能再补一个热气球？我们把票票打到一千，咱们把票票打到一千，对，能不能再补一个热气球？咱们榜九、榜十、榜八能不能补一个热气球？感谢我们一天到晚，谢谢我一天到晚，感谢最后二十秒，感谢我们小迪，谢谢我小迪。咱们满九满十，感谢我们风，感谢我江峰哥，谢谢我江峰哥哥的保时捷。我们感谢我神秘人，谢谢我们野花哥，感谢我们江峰哥，谢谢江峰哥。对，我平常很少打榜十，就是说今天太开心了，谢谢大家，感谢我们，感谢我野花哥，谢谢我琪琪，谢谢我北北，感谢我们丸子，谢谢我一天到晚，谢谢我江峰哥哥，感谢我们菠萝，谢谢我小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的天哪，是。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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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厉害，非常棒，牛啊牛啊牛啊。Hello， 索尼已经很好了，我们能榜十给他占满就已经很好了。Hello? 很棒了，很棒了，对，你们家很厉害，我知道的。那我打电话吗？不然呢？行。不然呢？已经打过一次了，那再打一次吧。刚刚好，对，刚刚好。打一个。别急啊。好，不急，我不急呢。感谢我野货哥，谢谢我野货哥。你好，听。接通中，请稍后。您好，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是前台吗？我可以订酒店吗？可以啊。是这样的，我这边是沙漠公主，我可以带着我的骆驼过来一起订酒店吗？我的骆驼可以有地方住吗？骆驼没有地方住的呀。
骆驼放在门口可以吗？不可以，我们这个大酒店哎。骆驼不可以放门口，我可以加钱啊。这个不可以的。你说你加多一点不行啊？我们酒店是不允许带动物一类的东西入住的。我就放门口，我又不进你们酒店啊。你放门口也不行啊。你加钱，你就说我可以加，我可以加两 K。这个我们不是钱不钱的事情，我们这边规定的话就是不行的。那你知道哪里可以吗？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因为我第一次听他。你说旅游呢？你旅游呢？我是旅游过来的，我可以放停车场吗？停车场，我们有地库跟地面的。所以我把那个骆驼放停车场里面可以吗？你问一下主管，你想问一下老板，你要不让去问一下主管吧，我可以加 K 加米。你留一下电话，我去问一下。我就是这个电话就是可以。好的，好，你稍等一下。好了。OK， 辛苦了。走了，好，拜拜。欢迎凯撒，还有我们小俊逸，哈喽，欢迎大家。同意的怎么办？同意就电话就死机了，那电话就你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无法接，对吧？同意了。哈喽，欢迎大家，感谢谢谢我野猴哥，谢谢我们神秘两哥，谢谢大家，欢迎谢谢小偷的分享，我们第三波。马上开始了，家人们，预热一下，第三波马上开始。对，第三波马上开始，家人们。分享一下，让他们都过来一起领那红包呢。咱们一起分享一下，点赞一起分享一下。是不是带了一只骆驼要住酒店呢？对，下次让他说带呢。对，带了一只骆驼。你咋中啊？啊，是六级牌子都可以。对。六级牌子都可以。江岩呀。哎。咱周年庆就周年庆，半周年庆是什么玩意儿？啊，半周就是半周年庆呢。干啥啦？没事，那咱玩一把呗。可以呀、啊。来一把一奖零二三四呗。可以、啊，一奖零二三四。行。不给第二名机会呀、啊。一点不给。不给第二名机会呀、啊。谁他妈又没次数了？谁没次数？应该是我。哎，能开投票，快！闭麦，强一。能开投票。十分钟。五分钟吧，看一下。我看啊，这玩意能改吗？我操，改不了啊！可以改，可以改。来，我给你发起一下。你那边改，你改吧。我那边发起一下，然后你再来一句。我这边一改就十分钟。再同意一下就是三分钟。打三分钟？没有，同意一下五分钟，不好意思，同意一下五分钟。我这边没看见哦。哎，看不见是吗？那就这样吧。打这个吧，来吧。反正你半周年，办吧。哎呀，没票，家里半周年。半周年庆怎么能没票呢？周年庆老猛了都。那是周年庆，半周年庆没票呢。那你就改回来得了，闭麦。闭麦吧，闭麦。欢迎玉玉，欢迎忍者，欢迎猛风哥，欢迎。感谢我们玉玉，谢谢我们玉玉的真爱玫瑰，感谢玉玉的真爱玫瑰，谢谢我们玉玉。我们还有五分钟开启我们的福袋抽奖，对，还有五分钟，家人们，还有五分钟开启我们的福袋抽奖。抱枕还有没有了？抱枕没有了，刚抽完。抱枕刚抽完了，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九点钟了。
的时候九点钟啊。你想买一个，那你买吧。超的大抱枕吗？是的，不了。超的是一个很大的抱枕，比我的命还长的抱枕。欢迎富有师叔，对，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抽奖。十级不是有抱枕吗？不一样的啊，十级那个抱枕是不一样的。十级抱枕的话，就是之前就一直有发过呀。嗯，对，十级是小的，就那个新今天抽的都是大的。单身的男孩，谢谢关注，感谢关注。但是已经抽完了，宝贝。对，我们已经抽完了。欢迎清风明月，实景能发图啊，没错。还有吗？啊，怎么不和二层他们玩？没有不和二层他们玩，就是这两天。这两天我就是晚上没有直播，对，这两天晚上没有直播，所以说连不到呢。加上我们的耳朵小姐姐这两天好像我也没有看她直播，我以为都抽晚上抽，都是晚上抽，我刚刚抽了，对，刚刚抽了。好，谢谢谢谢。直播间呢，感谢我们新哥加团，谢谢新哥加团，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 YSLR14Y。中二好多主播休息，对，中二好多主播休息。Let's go。谢谢我们小哥，打完这把然后我就不接四人 PK 了，然后今天晚上跟九月打完我们就不接 PK 了，好吗？可以吗？今天晚上但是要是耳朵连我的话我可能会接一接，对，但高端局我们接一把吧，不，没有高端局的话我们就不接，在直播间聊天吧。我们给大家谢谢我们，感谢我们神秘人哥哥的一号，谢谢。谢谢我们神秘人哥哥的一号，感谢我们神秘人哥哥的一号。号码为88691124。还有我们孤单孤单的一只鸭儿。我没有发现我会员里面有一个神秘人吗？是的，琪琪，感谢谢谢我神秘人，咱们看到会员有很多的会员红包、会员福袋了，谢谢我们神秘人，感谢我们神秘人，谢谢。家吗？我们开始。十点了，等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啊。我们抽奖，我们开始我们的福袋，开始抽我们的福袋，开始抽我们的福袋。
夜空中最亮的星。OK OK OK OK， 是一个吧？我看一下啊，是一个啊。参与我们的就是福袋就可以了，参与我们的福袋。我在去相信的勇气，超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我请指引我靠近你。iPad 就大家，我建议大家就是多用几个手机一起充。对，平时要多买一点啊。谢谢萌萌 peace， 感谢欢迎，谢谢萌萌。大家就是说平常多买点，买他个十个九个手机都一起充。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你早说呀，我就不抢别人了啊！我不是说过吗，先有听风哥的想象行程，我还要怎么说，我就差没给你打电话。就差没打电话了，运气好一个就可以了，对吧？九个中奖概率更高。感谢我们陈哥，福袋还可以你上线，我知道福袋可以发上线，不知道你上线。还有做头发，感谢我干饭人。不算不算，充会员是充会员，但是他不会算到那个PK 值里面。看来得做选择了，要不你中两个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要是你六会员又中了，然后你六级牌子以上也中了。好，加满我们最后一分钟，最后四十秒。感谢我们低调奢华，谢谢我们做头发。对，家人们，我们可以送点小心心，说不定中奖更快，就是更有机会中奖。最后二十秒，欢迎孤单死的一只羊，还有我是主持人感觉不错。最后十秒钟，最后二十秒，感谢谢谢。公屏上扣一波神秘人，咱们的会员 VIP 把我们的神秘人扣下来，扣下来，感谢神秘人啊，谢谢，谢谢我段舍哥，感谢我段舍哥，谢谢我依依，谢谢我干饭，感谢我陈哥，谢谢听风哥，谢谢我们东南，我的个天儿呢，我的个天儿呢，我的个天儿呢，打个一。但是咱们要关，我发福袋，我操，我这里有福袋，忘了。哎呀，哎呀，哎呀，嗯，发个全网最大的。啊，我也发了个全网最大的，全网最大的。Hello， 来吧，发吧。我想想怎么发啊，想一想啊。咱们一起吧，一起跳一个，能行吗？一起跳一个，行，我行，你不想我，一起跳个爱如火，可以吗？就是给，就是给你好好的，你比克跳舞成诱惑人了，你好好的讲演。没事，他跳舞老狠了，我知道，我知道，爱如火嘛，这不一样，那不是爱如火。
行，听你的。OK， 嗯，来吧，就让我开心开心。要分一二三，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那你放歌吧。我来放啊，我来放好。嗯，爱如爱如火。哎，这个可以放大的呀！哇哦，你们是不是都能放大呀、啊？现在都可以放大。我操！早上我赢了。为什么？我不能办呀，不会呀。哇，谁把我们比克放大了？我掉了，可都可以放大。啊，对呀、啊！我的个天，我的个天，我的个天，白瞎了。来吧。就是爱情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我们比克先吧。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瞎跳瞎扭，丽丽。跳舞共鸣就点点点瞎扭没事儿，丽丽你随便唱。古明轩教，古明轩一起教。我们三个一起，我们比克。咱俩往后点稍微扭两下子，太他妈好像咱仨赢他了似的。比克，我的妈呀！爱吧爱吧！举一把烈火在人间。兄弟们，展示一波手速！我的妈呀，这个衣服是可以的吗？这个衣服、啊。手是我，我这手是我。天哪！我跟你们讲，官方终于把这事儿办了，兄弟们，真板正啊！真板正，太爽了！真板正，单反终于能放大了，以后单反终于能放大了，家人们，终于能放大了。OK， 那个比克，我给你关注了。Okay, 那个丽丽我也给你关注了，我的天、啊！就是穿多了，那得他妈穿啥？还得穿啥呀？穿多了，哥们儿想的太多了。还要穿多了，我的天、啊，哥们儿，这真不当我们当外人呢、啊，这真好真好呀！可以，那我们就撤吧。好，拜拜。这杯适合去把火关，这杯是可适合。这不把我们当外人呀！左上角还有几十秒，家人们，左上角还有几十秒，还有20秒，我们的 iPad 九，最后20秒，是谁中了花落谁家？感谢我们小七，谢谢我小七，可把你给看爽了，还行吧，家人们，
今天不是整个福利吗？今天最后五秒钟，别人都流口水了，还行啊，没有特别，没有口水没流到你们嘴里吗？对吧？我流口水了。啊，欧皇诞生，我看一下是谁啊？啊，我看一下是谁啊？缘分天注定，这个缘分天注定啊！恭喜这位大哥，恭喜这位哥啊！哦，我觉得你很欧哎，你这个名字，他不要了是吗？缘分天注定。缘分天注定，可以可以，我截个图啊，我截个图，家人们，谢谢谢，恭喜啊，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你可把我们馋坏了，我截给稻草吧。OK， 我接个稻草，这名字活该他中。哎，你们还可以改名啊，你们还可以改名，改成欧皇，名字的重要性，改成欧皇吧。OK， 我们开始我们的第四波，开始我们的第四波，家人们，现在可以点赞了，我们再点3万赞，35万赞开始好不好，家人们，我们再点3万赞。我跟 iPad 就差一个名字，是的，咱们每个人每分钟都有3000赞赞，来晚了一波没中，我们现在就是发288红包，我们发一个288红包，第四级还是一样的，也是6级以上，我们有10个名额，家人们，10个。搞起来，三码都没中，对，来个10个名额，家人们，10个要是再不中的话，你们自己想着啊，这10个你们要是再不中的话，就自己想想自己的问题啊。还有我们小雨啊，待会儿还有会员的，不要急，待会儿会员的我觉得你们肯定能中的，如果你们不中的话，那真的就是不是我的事情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专业陪伴。先试一下，家人们，还有咱们还有2万赞，我们点到2万赞，我们立马开始了，家人们，来，2万赞，我们立马开始，会员一个，对，我看情况，如果我们家人多的话，对，我可以试着就是多发一些红包给大家。OK， 冲到第四波，抱枕有没有了？抱枕没啦。如果大家后面想抽抱枕的话，我再给大家，可能会给大家发吧，到时候给大家再来5个好吗？因为长条抱枕我都还没有做出来看过。来，家人们 ，OK， 冲一波，10个人，10个人还差10000赞，10个人还差10000赞，第六波是。最后一波是会员福利，不是实体灯牌，最后一波是会员，最后一波会员就是大家开通，就是每一个人开通会员都能够参加的，不管你有没有我们的灯牌是几级都可以参加，你就想要个抱枕都可以参加。菠萝你这名字可以啊，菠萝，我要OK OK， 家们，我们还差10000赞，搏一搏，再次变摩托，
目前我觉得波诺可能会中了，这名字都改了，你可太及时了。这一次的话我们有十个呀，宝贝们，我们有十个，然后最后一波是我们会员，我们有十个。如果菠萝中了，那真的是玄学了。七级以上有没有机会了？有呀，只是六级以上都有机会，六级以上都有机会。我适合抽零食大礼包什么的。第五波是会员呢，我们是开通会员，能抽会员福袋。真的还有七千赞，还有七千赞，哈！再不中的话就找我了，我在长沙呢。OK，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没有？飘摇。最后一波也是会员吗？最后一波也是会员，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最后一波。好吗？就这样的，眼睛能那么大，我的眼睛，我眼睛很大，直接跑到我的楼下。只能是会员吗？对，只有会员的，就是因为我搞了这个是粉丝回馈的福利，所以说是一些比就是长期以来就是我从直播到现在然后陪伴我的这些宝贝们。你的卧蚕好像是被别人的脸上。开始，十个，好，继续加们一起冲一波，天之舞动，给我。谢谢我端舍哥的浪漫寻觅，感谢我端舍哥，谢谢我端舍哥。现在还很严重吗，家人们？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画的，我对自己太残忍了，对自己太残忍了，所以把温柔都给大家了。今天怎么这么多男主播连我呀？是不是想给我送福利呀？感谢我们坑的很有心意，谢谢我们坑。今天好多男主播连我哟，马老师，但是我不想打四人了，别细看是吗？你们不要细看嘛，就对自己太残忍了，把温柔都留给了大家，就是自己的话，就没有很没有对自己那么好。我们可以一起，我们把赞把赞赞一起抽，我这边抽一抽。六级以上也就一百多人，你想多了。六级以上起码有很多人，我十级都有两百多个人呢。对，我十级的话都有两百多人，你想呢？你想多了，想多了。这点也不播呀。Hello， 九尾。嗨，哎，咱们俩是没玩过，我天天看你直播。你天天看我直播，你不知道咱俩玩过，而且怎么没玩过呢？咱俩玩过，咱俩没玩过吗？你跳韩舞，哎，就玩过一次儿，就玩一次儿，就玩了一次儿、哎。你咋没玩过？我给你介绍个朋友。OK， 我认识郑公子，对我认识，我就经常看他直播。对，就是那变装。一会儿看他，一会儿看我，我俩基本一个点。我问你，没有，绝对不是一个点儿。你不是中午直播吗，郑公子？然后九尾的话是下午直播，刚好我。九尾下午不直播。那么等一下，那么等一下，他直播几点？我直播几点？请问。哎、啊，九尾，你是不是11点钟开始直播，播到2、3点钟，然后晚上继续播，晚上6点钟直播，是不是？
那郑公子呢？郑公子是中午，我这中午的时候刷到过他，中午大概十二点到一点两点钟的时候，我都能刷到他，是不是？晚上呢？晚上呢？晚上的话，我因为我要直播嘛，我就不能一心二用了。哦，他真的看过咱俩、啊？他真的看，真的看的还不相信呢？哎呦天哪，还产生了质疑。那我问你，我问你，九尾直播主题的内容是什么？九尾直播主题的内容，那他就是跟大家互动嘛，就聊天嘛，对不对？怼人嘛，就很好玩呐。妍妍有我灯牌，你不用。对呀、啊，你都不用问了，我都有他灯牌了，我俩好几集了。今天早上他都来了。是，你看，啊、哎呀，我直播内容是什么？我直播我平时怼人吗？我知道你啊，那不变装嘛。那我平时出去我是不是特别温柔那种的？那就没注意看了，因为我看你的时候都是在变装，就是特别吸引人。我平时出去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只有认识的才会这样。哎，我平时特别温柔的。嗯、OK 好了好了。下吧，互关一下。OK。我又去轮麦，轮完麦之后回来我找你玩一把呗，咱俩。对，可以。我主要是就是给你俩介绍朋友，因为九尾是这么说的。我说九尾，你给我介绍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女孩子。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列表里妍妍，我觉得她跳舞跳挺好。”哎呀哎呀，太会说话了，太会说话了，太优秀了，能跟你们在一起，真的就是。他说我给他拉进来，说你俩认识一下，然后我今天晚上那个啥，我票差不多空了，完了一会儿你忙完了，你俩再玩一把。我说行，我说你介绍的肯定是优质主播，哎，就这么的。哎呀，这都是优质主播了，大家都优秀。这么优秀，就常玩玩啥的，反正都是朋友嘛，互联网。那晚上的时候，我要不跟他找的话，咱四个也能，就是你再拉一个你好友，反正我跟九尾属相匹敌，我只要我俩在一块儿，俩从来没输过。太会说了，你们两个可以，就是说可以直接在就一你一唱我一会儿，咱们就是，然后我就跟你都是实话呀，我俩说是实话呀，是。对，刚才九尾就说他现在正在播的好朋友里面只有妍妍，就是可以、可以就是说拿得出手。对，哎呀，太会夸了。对，拿得出手。OK， 你俩先点个关注，完了我已经关注了，已经关注了。找你咱俩玩行不行？可以，已经关注了呢。行，那我先撤了，完你俩先唠吧。啊，不唠了不唠了，我一会儿那个啥，我轮完麦找你那个谁妍妍。嗯，可以，没事，好。那咱们一起，一会儿玩。好，一会儿见。哎呀 ，OK。挂了，哎。OK， 那我撤了啊。谢谢。哎呦。啊，欢迎三星。啊，停止商业互吹啊。那个女孩子我经常看呢，确实很优秀，就变装变得特别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变装主播组团忽悠。那什么组团忽悠？朋友越多越好嘛，对不对？而且人家都是说比较厉害的主播，而且人家属于就是比较厉害的，朋友越多越好嘛，越开心是吧？对吧？咱们就是说不怕没朋友，就怕不怕朋友多，就怕没朋友，是不？啊，这波要是没抢到的话，没有，我们还有下一波呢。对，这波没抢到，还有下一波。爷爷下次来个酷姐造型儿，好。但是我酷不起来耶，我就是属于那种，对，属于那种比较。哎，比较甜的造型啊，比较甜，我比较适合我，是不是？欢迎我们大八爪鱼儿啊！八爪鱼晚上好，八爪鱼。对，后面的话是后援的，你可以一起抢一波。感谢我们燕哲，谢谢我们燕哲。那没有开通会员，我们可以开通会员啊。后面怎么是会员直播？会员，还有一台会员，还有 iPad 九，最后一波也是会员。还有我们甜儿，舌头捋直了。现在是第几波？现在这是第四波。好，欢迎晚世如风，欢迎我们晚世哥。现在是第四波，家人们。上火了。288，我是会员。
288是六级牌子以上的。还有最后两分钟，还有我们五成，最后两分钟。每天的福袋，中福袋也有上限吗？我一直以为发福袋有上限，没有想到中福袋也有上限。对，没有开会员的就不要犹豫了，有机会呢。对，还有机会呢。我用爷爷十年单身换这个中福袋啊！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中不了。对，怎么能十年呢？欢迎豆冰钱，概率好小哦，概率好小哦。你不邀请啊？嗨，我邀请谁？对，陈宇哥，我邀请谁？十年太久了吧？你是想要我干嘛？我耽误十年？忙活一晚上了，家人们，我们一起从欢迎我冬友哥。金柳为之。欢迎我们冬友哥。88691024。还有最后一分钟，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感谢我们琪琪，欢迎我们五五哥。这个怎么玩啊？这个就是直接玩就可以了，直接抽就好，就直接中。对，这不是说什么直接玩，就你直接上。还有时间，五秒钟。谢谢我们，感谢我们陈宇哥，谢谢。我看一下，谁送儿？那我都可以像是谁儿？对，大白中了吗？你看嘛，大白中了，青云子有中吗？杰杰也中了，大白你是不是两个号？大白，对，大白中了，这有两个号，大白，然后还有这的话就是说中奖天注定，刚刚有个缘分天注定，现在有个中奖天注定。福袋就没啥事儿，人家我截个图啊，截个图儿，我截一个图儿，截个图儿。用户三，还有的话就是中奖天注定儿和我去搬砖，恭喜！对，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会员哦，宝贝们，我们接下来的会员中的是 iPad 9还有五二年红包。这次我们给会员的福利是非常大的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菠萝没有中，菠萝最后冲刺一波。对，是的，是的，这玩意厉害了。谢谢。哎呀，你要说单身二十年的时候，我愿意就是说让莹莹永不单身。说不定就中了，改个名字居然中了，是吧？平平你也中了，欢迎我们模特哥。最后也是抽一位吗？没有，最后是抽五个，在会员里面抽五个，是抽五个吗？我看一下，是抽五个还是抽三个？啊，抽三个，截图给谁？截图给稻草。截图给我们稻草宝贝啊，宝贝们，欢迎人形儿，你的 iPad 呢？还在呢。对，你的 iPad 还在呢，现在开还来得及。感谢我们小光同学，谢谢，欢迎我们神秘人，欢迎大家，现在开还来得及呢。
Hello， 欢迎五哥。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怎么加呀？怎么整了一身白毛？的话，我们就发五个五二零吧，好不好？我发五个五二零，可以吗？一百里面中五个，不会中不了。对呀、啊，加了会员有很多不错的表情包，不会中不了吧，家人们？直接参与我们的福袋就可以了。今天还是很感谢大家，对，谢谢大家，就是这么多人一起给爷爷捧场呢。有95个中不了，这相当于是很大的概率了。你们拿10个，欢迎我们好老婆，欢迎我们好好老婆，搞起来搞起来，欢迎我们好好老婆。还有50，感谢，啊，谢谢重视中奖，谢谢谢谢。我觉得你们是有机会，我个人觉得。会员福袋什么时候抽？11点钟抽，11点钟，咱们可以把真正继续点点。对，欢迎左眼，欢迎大家，欢迎，对，11点钟抽奖。应该是抽得完的，11点钟抽应该是抽得完的，我就怕抽不完呢。之前就是一直，之前抽了好多，之前就是把命都抽出去了，就是有一次元旦节真的就是把我的命都给赔出去了，而且那个时候元旦节刚好好像抽完之后我就阳了，你知道吗？啊，元旦节那会儿这样抽完之后就直接就阳了。这命都快就会折了，啊，还有你的命吗？没有没有，我就这样说一下，哪有啊？这一天，欢迎 ALDHD， 感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感谢分享。我是看出来了，中奖名字要有天注定，哎，有可能。谢谢我们好老婆，感谢我们好好老婆，谢谢我们好好老婆的浪漫寻觅，谢谢我们好好老婆。哎，可以哦，你们可以就是改个名字叫做天注定，你就说 iPad 天注定，什么中奖天注定，有机会有机会。欢迎我们蚁蛇。欢迎悠悠我一环，你可以试一试嘛。对，命中注定呀，什么天注定呀，只要是注定的都很差不多。你刚刚改的小号叫做中奖天注定是吗？没想到你中了。你拿几个号了？我默默问一下，是不是拿了10个号？
还干饭，娶什么老婆也是天注定啊，对，都是一样的。来吧，那、哦、你有三个号，那这该你赢呢，这该，对，该你中奖，三个号呢。对，要不三个号都开个会员试一试，说不定就是更中了更多。对，谢谢大家，谢谢我宝贝们，感谢。说不定你就是说三个号直接中了更多一点了。嗯，欢迎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星星。对的，欢迎我们战神，欢迎九九。为了中奖也是拼的。嗯。三个没有中，那岂不是很大的概率？这相当于是七十个里面抽，你三个呀，七十里面抽。刘一菲怎么来了？呀，妍妍，今天好美哦。Hello， 一菲。今天好美哦，今天是公主啊，这什么造型啊？哎，你知道你今天连我 PK， 你不还爱做吗？都没有人敢跟我连麦。哦，对哦，你今天十八周年，十八周年真是喜欢我，过得没日子。对的，你就不怕你挨揍吗？不挨打吗？是吗？欢迎我们幺三七哥哥，你来献舞了是吗？是不是过来献舞了？ OK， 过来献舞是吗？可以来吧。十八周年，什么十八周年？我还没有这么老吧？十八周年。十八周年，我这么老了吗？我可以老到已经就是说十八周年了。开始直播了，那个时候还不已经播了十八年了，播二十年了，我就出生了，我都不会讲话，就有人给我刷华子了。嘴都得笑麻了，嘴都笑裂开了，是不是？嘴都笑麻了。十八年手寒窑这样的。OK， 你是看我直播长大了，你是懂看直播的啊？这一天到晚你看我直播长大了，你是很懂吗？OK， 那我们就来个跳舞局吧。好的，那放首歌。可以儿，家人们开个火儿。开个火，点个火，欢迎我们小青年，欢迎我们潘先生。他比抖音岁数都大，谢谢我们大白开通的阅读会员。大白今天晚上是想把那个 iPad 赢回去吗？大白，你要不把那个 iPad 拿回去吧？对，来吧，展示。感觉心跳加速，感觉天翻地覆，想要快乐地球，期待你的舒服，被音乐征服，发现你的天赋。大白，你这周也是够拼的，大白，你今天要不把那个 iPad 也赢回去？期待你的舒服，你要的舒服。欢迎我们大飞，你们家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不敢打了？被我们家人给震慑住了是不是？哎，我跟你说，我们直播间七十个会员，估计来我直播间应该不会二十个，所以说大家机会很大。如果大家不中，真的就是已经死人。七十个会员来我直播间，绝对不会超过二十个。感谢我念念，谢我念念，你们相信我，你们要相信我。来，我真的就是八十二个，来我直播间也不会超过四十个。谢谢我们大白，感谢我们大白。对，相信我，相信我。欢迎姐姐，你还要可以。很棒，你要干脆拿十个号来呗，你干脆拿十个号来，这全让你中了。不不不不不不，啊，一菲呀。还有我们果冻群，你平常连我就算了，今天周年半周年了，你连我啊？周年我就是。
玩笑。夜幕了星出客套，在浪里的那张寄给我靠岸的讯号。不好意思啊，实在站不起来。欢迎念念。是的，是的，是的，大白，是的。嗯，是的话再看两个月。嗯，五二零在向你招手。五二零在向你招手。GDP 真的跟你连麦打不出票，我今天我今天很少连麦了，我很少很少跟别人打 PK， 连你一把，我以为你有多厉害呢。啊，李斐，你从第一次关注到现在第一次中奖，已经很不错了，很不错。还有我坑的很有心，动感光哥，波波波，是来给我们献舞来的吗？哈，十八周年。好，希望过二十周年的时候你再来给我献舞。你快要念念。加盟把赞赞再点一点啊，家人们，咱们一起再把赞赞往前面冲一冲。欢迎我们九九。哎，有多少个会员啊？困了都，你去睡吧。对，这个 iPad 留给别人，给别人一点机会。你休息吧，休息吧，一菲。对，那个做头发。你困了去睡吧，没事，你把就是把机会留给别人。还有小黑哥，对，因为今天还是很多人的，今天人还是挺多的。对，你这么累的话就是留点机会给别人呗。对，你不要 iPad， 要口水行不？要谁的口水？要我管理的口水吗？加会员的很多，不一定，不一定。我个人觉得，欢迎迷路、迷宫路、
打了，真的打十分钟打这么点票，啊、都不像咱们。对，我今天晚上不想连麦的，今天打十分钟打这么点票。太拉低我们颜姐 GDP 了，太拉低了。我平常十八周年了，对我平常不过这个周年我都有多少票？我的天！感谢我们 Ron， 谢谢我们菠萝，感谢我菠萝，欢迎老客藤。最后四秒钟，感谢我们神秘人，谢谢我们神秘人，感谢我们火焰的娶我回家，谢谢我们火焰娶我回家，感谢我们火焰，谢谢，你看嘛，嗯，谢谢我们神秘人哥，感谢我们神秘人，谢谢我们菠萝，超级无敌命中注定中奖百。OK， 那我撤了。你的 GDP 没事没事，我这又不是干嘛的，我就是过个那个给他们一些粉丝回馈。真想圈票就，我真想圈票，我就不连你了。可以给我们颜姐过去点个关注，刷刷灯牌什么的，大家可以。好，谢，那我撤了啊。越来越好。哎呀，十八周年了，能不好吗？我这不，人家孩子都播出来了，我能不好吗？三个墙过去。OK， 好，也祝你越来越好，一路长虹，各自沉淀吧，顶峰相见啊！我撤了啊，宝贝，拜拜，欢迎举云。美，欢迎时代运转，谢谢我们火焰哥娶我回家，感谢我们菠萝，欢迎我们情哥。这姐妹能处啊，挺捧我的。你也很能处，你去睡觉吧，你这么困。开通会员好像直接能够进呢，你开会员的话，会员直接能进呢。欢迎我们家里。对呀、啊，你开你就直接好像是，我记得直接就可以进的。感谢，谢谢大家。我的名字长度都上线了，超级无敌命中注定，你今天要是不中的话，我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名字。人形要不要开个会员呢？对，小迪要不要开个会员？我看一下咱们家会员有多少个啊？会员应该是，我个人觉得不会超过30个，这一波绝对的，这一波会员绝对不会超过30个。对，几率还是很大的。玄学粉丝菠萝84个，在我直播间不会有这么多，是吗？20家是有的，20家肯定是有。84个在直播间有多少个？在直播间有84个，第5个是一个 iPad。只有30几个在直播间，抽一个应该可以吧？对，欢迎我们依依弟，对吧？直播间，抽一波怎么看呀？直接数一下就可以了，30几个人的决斗啊！最后的话，我们再抽一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再搓一波吧，好吧？最后，家人们。29个也不是不超过30个嘛，等一下再过10分钟看一下，再过10分钟看一下有多少个。好，再过10分钟看一下有多少个，如果就是说有40个的话，就是有一点那个了，但是30几个真的很简单很容易的，就是只自家人了，家人们，你们要是不能中的话就不能怪我了，好吧，不许打脸。OK， 如果你们要是不能中的话，你不能怪我了。欢迎我们江上玉，给自己增加对手。嗯，36个我数了。OK， 到时候最后还。
还有红包呢，没事那家嘛。对，还有机会，有机会的，大家都有机会。还有我们 Park 哥，没有开会员呢，我们可以开个会员呢。没有开会员的宝贝们，我们可以开个会员，比集美们。好，可以可以可以。欢迎 Mr. Boom。还有五哥，感谢听风，谢谢听风。这又是哪个宝贝？福袋天注定。说 iPad 我要用，我要中 iPad， 我要中，这名字改的，这么相信玄学吗？对，这么相信玄学，这名字改的得笑死了。还有雾尘哥，看我最后要不要偷塔？嗯，希望吧。对。蓝天哥，欢迎蓝天哥。蓝天哥要不要一起，咱们要不要一起开个会员，一起就是说开个会员一起捧捧场呢？欢迎 Tony。 嗯，85个了是吗？赶紧开会员，开通会员的话，到时候直接咱们还有7分钟，还有6分钟我们就开始，还有六分钟我们就开始了，家人们，到时候给你们整点好看的好吗？到时候给你们整点好看的。没钱没关系，没什么关系。对，那就留给那些有机会的人一起中吧。对，蓝天哥，今天我们就是说那个开通会员，我们会送很多的奖品给大家。那我们就留给这些尊贵的会员们吧。早上都没有看到我早上没有直播。对，早上休息了。今天长沙的天8点钟的时候都是黑的。今天长沙的天8点钟的时候都是黑色，都天黑。会员干嘛？你要干嘛嘛？欢迎神秘人9128。对，你要干嘛嘛？你想干嘛嘛？我在你家从来没有中过福袋，这个东西很玄学，说你从来没中过，说不定你就中了呢。这东西还挺玄学的。欢迎我们小黑。最后7分钟，我先把福袋设置一下，家人们，我先把福袋设置一下。一个人，iPad 9，我把福袋设置一下，家人们。开通会员可以分享给张姐，还有我们小黑，欢迎我依依。欢迎前方，最后，那52号就一半了，76。520也是一个，不是520的话是三个。到时候我们再来最后一波吧。最后一波520是会员的，我们再来一个集体的吧。 OK 好吗？再来一个集体，我看想一下抽什么，我想要抽什么。3个520。派对的玩家们，对，欢迎 Motor 哥，是3个520在抽抱枕是吗？这么想要抱枕？那个抱枕对于我来说，那个抱枕就是，我以为抱枕吸引不了你们，
以为抱枕的话吸引不了你们来着。感谢我们系总，谢我系总的保时捷。11点是第五波了 ，iPad 开通会员第五波。对，十一点钟，谢谢我摩托哥，谢谢我摩托哥的真爱之家，感谢。啊，看见我们神秘人，别犹豫了，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犹豫。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呢，没错呢。突然想起了我的报纸，哎，这个报纸和那个报纸是不一样的，那个报纸比较性感，那报纸比较性感，跟那个不一样。会员抽奖，会员的会员福利，还有我们小俊，是给大家的会员福利，不一样。太性感不能拿回家，太性感不能拿回家，有。你怕被妈妈打？不然回家是好事，你可以放到，你可以放到你们家当枕头，就是你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快把它当做枕头，就是当做一个小枕头枕着。可以用报纸换 iPad 吗？哎，你可真会想了。你为什么？你咋不说把报纸换我呢？对吧？抱着，然后就是我了。谢谢谢谢谢谢总银行的亲吻。哎呀，我的天！这是谁呀？就是中奖，这个是谁啊？25G，我十级牌子。你好。抱枕可以换别的吗？你可以换，你可以换一个什么呢？那你可以选择，就是选择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对，不可以换。你要不把机会换留给别人吧？可以吗？还有一段。如果他们不要的话再说，另说了。他们不要的话就另说。欢迎问君。小星星中奖概率会大一点，抽奖的时候送点小星星中奖概率会大。欢迎摩托哥。早知道第四波再送小星星了，我只是听说啊，你等一下没中不能怪我。谢谢我摩托哥自然聚焦，感谢摩托哥。来不？你要？谢谢我们小俊，感谢小俊，开始吧，开始吧，开始吧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没有？开始吧。口令不能超过19个，15个。OK。搞起来，搞起来，就看热闹。谢谢我猫头哥，感谢我猫头哥，谢谢谢谢。感谢我猫头哥，谢谢谢谢谢谢。看看这个幸运者会是谁呢？让我们看看这个幸运者会是……感谢我兔兔，谢谢我兔兔。这个幸运者会是谁？感谢我夏哥的那小脸。你觉得会是你是吧？你拿什么觉得？拿你那个做头发，拿你的头发吗？你觉得会是你啊？是吗？咱们一起啊，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一下。谢谢我北北，感谢我北北的亲吻。我快睡着了。啊，去睡吧，去睡吧。对，去睡吧。把机会留给有需要的人，好吗？哎，会员中了这个奖了，必须上，就是说你一个来个中奖感言啊。若那个菠萝若斯，待会儿你要是中奖了，必须获奖感言给我说10分钟。可以 ，OK， 让你想感受一下，你就是你的心得。你中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就是说有没有感觉，就是整个事，整个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啊、10分钟，2分钟吧。不中，我下个月来找我。嗯，不中，你下个月来找我。我接个麦啊，我接个麦。这小爱同学算了，不接了。感谢摩托哥抱歉，谢谢摩托哥。欢迎琪琪，会员们还不睡呀？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顶峰，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啊、对，看是哪个幸运观众。听说榜三容易中奖是吗？听说榜三容易中奖，秦哥很难搞，秦哥，秦哥啊，不信。感谢，谢谢玲儿，感谢我们玲儿。你们觉得会是谁呀、啊？不会是大白吧？我觉得不会，我可能我感觉啊、哦，让我感觉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是我们。哎呀，我猜不出来。他有几个号不一定呢。榜七会中奖是你的幸运素质啊！谢谢我们系总，感谢我系总开通了月子会员。啊！43个了，家人们，家人们，43个了，咱们还是有机会，前榜三才有机会。谢谢我秦哥，感谢我秦哥的浪漫寻觅。啊！会员高潮期89个了，哎，89个了，89个了，家人们，89个了，46个人参与是吗？那还有机会，还有5分钟，46个人已经参与了，哈、啊，还有野货哥。最后一波呢，以后哥，我们来抽奖了，以后哥。不会是我野货哥吧？不会是我野货哥。
看明天上班不值得，家人们。感谢我菠萝，谢谢我菠萝。还有野火哥，听风这名字就很容易中奖，不一定。对，不一定呢。缘分天注定是洞洞啊，福袋天注定，还有我们拥有我一欢啊，最好不要是刚开通的中奖，那不一定。对，就是说你要是送礼物送的多的话，可能就是说待会儿可能就中了。容易把大哥气走，大哥格局很大了，大哥哇，大哥给我消费的都可以买好几个好几十个了。大哥说哦，几十个还是可以的啦。还有东游哥，无痕哥可以点点福袋哟，因为我单身一辈子，那你这辈子那你中不了了。那中不了了，我单身不了一辈子，摩托哥。对，气走不会了。哎呀，就是玩嘛，就捧场嘛，是不是呀？48个人参与，48个中一个已经很不错了。之前我们是多少中？我们之前是几百个人里面中一个。啊，今天还没有打九月呢。OK。几百个人中一个，哎呦我的天，我看九月在不在，他不在呀，为什么我的列表里面搜不到他。眼睛50个了是吧。哈 Hello。 打你啊，很明确，目的很明确，就打你。我家今天积累了，就是说很多。我刚开播，听说你们家今天在抽平板。啊，对，在抽平板呢。我是奉劝我们家兄弟们赶紧过去，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啊、是的，我们家在抽平板呢。你刚开播，他们说你开播很久了。我刚开播11分钟。你刚开11分钟。对。那你再去做做数据吧。等一下，你的大哥还不在呢。等一下，你的大哥还不在呢。打你够了，那打你的话不是浪费我们家，不浪费我们家子儿的吗？你是不是？你瞧不起谁呢？我瞧不起谁？你瞧不起呢？待会输了给大哥打电话，给大哥打个电话。对，输了给大哥打电话，你说我不播了，我要嫁给你。又要给大哥打电话啊、嗯？给大哥打电话啊？我想一下啊，你就说你有没有空？我打算。明天去见你，对，我打算明天去见你，然后哎你别马上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大哥那么多，你让我打给哪一个啊，又开始了，开始酝酿了。还有一天到晚，还一天到晚，打给谁啊，打给谁，我到时候告诉你打给谁。对，又跟他，对，我每次打不赢他呢，今天不是18周年吗？18周年，今天不是18周年吗，家人们，不赢他一把，我今天我不赢你一把，我要到武汉去，我给你打一顿呢，我跟你说，再不让我赢一把，输了，我们输了的货啊，打给榜一大哥，打给榜一大哥，我们输了的话。可以，我们打给榜一大哥。OK， 就说明天去找他，机票已经买好了，酒店我也订好了。榜十总票加双尾数。对 ，OK。总票加双尾数。OK。给榜一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去见你。可以。可以。越想动越中不了，OK。你连我，你是几分钟？5分钟。有信心吗？你这几分钟？10分钟。OK， 来吧。我只打10分钟的。最后啊，哎，你10分钟？是了。你15分钟啊？你什么情况？15分钟呢？啊，重新来。你什么情况？这15分钟，最后10秒钟。
即将开奖啊、哦！欢乐雪茄啊！苏小飞，苏小飞，我的妈呀！苏小飞，我的妈呀！还有呢，还有呢，家人们，还有呢。OK， 来吧，直接开干。还有一波，家人们，还有520红包。哎，叫你们家大哥过来给参加红包吧，520呢。闭麦。嗯，闭麦拉票吧，来吧。过来，大哥，对面大哥过来抢这个红包。来火，坏蛋在不在？坏蛋。咱们打榜十，家人们，下个月再来。恭喜这位哥。他不要了，还有红包。感谢无痕哥掌上明珠，谢谢无痕哥，感谢无痕哥，谢谢我们豆芽的保时捷，感谢我们豆芽，半年后吧，半年后给你们抽10台，江爷爷就这么说定了，半年后咱们家就是说等咱们辉煌了给那抽20台都没关系好吗？对，等我江爷爷辉煌了我们�抽20台，我们抽30台把家里都掏空抽给你们，感谢我们晴晴，谢谢我们大婶哥，啥奖都不知道，520什么时候抽，打完钻皮给我们就立马就抽，好不好？谢谢我们恒哥，感谢家人们，我们榜十一起站在榜，榜十我们可以一起冲一冲。对了，现在爷爷还没有挣多少钱了，所以说就是浅浅的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福利，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也不要就是说就是爷爷的一点心意，一点点心意，等以后爷爷就是说挣大钱了，然后把这钱我们分出来，然后给大家抽10台，抽20台，给你们抽最新款的 iPhone 15，就是说谢谢大家就是长久以来对爷爷的陪伴，不能够忘记他们，不能够忘记大家，不能忘记大家给我点的赞，不能忘记大家给我上了票，也不能忘记大家给我那个扣的弹幕，对不对？感谢我丸子，谢谢我丸子，我们榜十还差4个，半年后就有 iPhone 17了，还差4个，家人们，榜十还差4个，能不能一起把榜占一占？榜十还差4个，对，榜十还差4个，没有关系，无痕哥，谢谢无痕哥，感谢我们小飞，是我小飞。虽然说今天九月他们家，感谢我秦哥的榜十姐。对，九月他们家的榜十打得很厉害的，家人们不要掉以轻心了。待会儿对，不要掉以轻心了，他们家榜十很厉害的。谢谢我们秦哥，打爆他们，咱们一起搓一搓，还差我们还差，还差3个，小俊哥能不能够再有一个热气球，我们可以破百吗？段婶哥，我们可以破千吗？段婶哥，我们把票票都破千，对面的票都已经是对面的榜五，已经很多。谢谢我们小俊哥唱给你听。段婶哥还在吗？段婶哥有没有一个热气球？还差最后3个，还差最后3个。今天真美呀、啊，谢谢。小俊哥，谢谢。嗯，开始就来了，开始就来了。哎，苏小飞你好低调，苏小飞。哎，你是不是平时在我直播间夸我夸多了？然后这个奖是你该得的，是不是？你平时在我直播间夸太多了是吧？你每天夸我，每天一来就夸我。还有5个。榜十还差3个，我们榜十还差3个，家人们有条件，我们能不能一起搓一搓？
对，加嘛，榜十还差三个，我们亲吻热气球都可以一直占榜啊，打的就是榜十，咱们家亲吻热气球，亲吻热气球榜十间都可以一起占榜，但是首歌还在吗？欢迎姐姐，你不知道你也懵了啊，是吗？还有谁来运转？时间感谢我能宝，谢谢我千人哥的亲吻，谢谢。对，断水哥有没有一个热气球的那个？还有我们三七，雕虫小技对面的榜五是，我们照着他的榜三打。对，咱们的榜三能不能再冲一冲？无痕哥，咱们榜三能不能再冲一冲？小俊哥琪琪。再补一个热气球，或再补一个，我们再补一个保时捷。欢迎我们风。对，咱们可能需要再补一个保时捷。他们家打榜十太厉害了，他们都是最后的。他们家打榜十很厉害的。对。系总，要不要智能一首？系总，有没有保时捷？我们智能一首。咱们可以一起智能一首吗，家人们？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谢谢我们准备的小心，感谢我们家家的大啤酒。还有三分钟啊，我的嗓子都喊哑了。感谢我小军哥的宝剑，谢谢我小军哥，感谢我小军哥的宝剑。今天晚上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哎，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三分钟，谢谢我秦哥的掌声，并祝感谢我夏小哥的多喝热水。谢家们，咱们需要把榜五再往前面支了一手，把榜五的有没有热气球？我们需要把榜五再往前面支了一手，然后我们的榜十能不能破？笑哥能不能补个热气球？千仞哥，感谢我神秘人哥的嘉年华，谢谢我们神秘人哥，感谢我神秘人哥的嘉年华，谢谢，感谢我神秘人。谢谢琪琪啊，夏哥能不能送个热气球？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榜九榜十都破千呢？断舍哥还在吗？断舍哥有没有？咱们可以一起破千吗？我们把榜十破千。他们家都是最后偷的，他们直接榜十最后偷。对，你们要一定要稳住，稳不了一点呢。他们家打榜是很厉害的。榜十再一个热气球，我们破千好不好？咱们把我们的榜九榜十，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补点票，对，差的不多，咱们有机会，他们也有机会去偷。欢迎恭喜，欢迎我们豪城，谢谢我们千仞哥的真爱玫瑰，感谢我千仞哥，谢谢我千仞哥的真爱玫瑰，加成我们一起冲一波，有啥说啥，加成一起冲一冲，有加成了咱们家一起冲一波，有啥一起送一波。感谢我们可以把我的榜十和榜九破千吗，家们？断舍哥在吗？谢谢我琪琪的保时捷，感谢我们琪琪的保时捷，谢谢，欢迎依山半水，欢迎勿忘心安，感谢我神秘人哥的嘉年华，谢谢我神秘人哥的嘉年华，感谢我神秘人哥，谢谢我们小俊，感谢断舍哥，还差一个。好军，最后一分钟，感谢我五五哥的浪漫列车，咱们再往前面补点票，家人们，我们的榜七、榜八、榜九、榜十，有没有再一个热气球往前面再补点票？对，热气球再往前面补点票，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对，我们尾数没有关系，咱们再往前面冲一波，尽量打他一个存天。谢谢我们系总，感谢我们。
球渣吗？需要再补，再补一个热气球。谢谢我们菠萝的，感谢我菠萝，谢谢菠萝，谢谢我们能宝，感谢我们能宝，谢谢我们能宝。喝酒吃饭打酒运，能不能再补一个？再补一个热气球。最后五秒钟。我们的总，我们的尾数被拿下了，咱们的尾数被拿下了，又偷我们尾数了，对，我们的尾数被拿下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神秘人哥，感谢我们神秘人哥，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笑哥没事，干嘛？没事没事没事，玩呢玩呢。对对对，失误失误失误！感谢我们神秘人哥，谢谢我们五哥，感谢五哥他们列车，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琪琪，感谢我们一箩筐豆芽，谢谢我们小俊，感谢我风琴，谢谢我们丸子，大家辛苦了！感谢我们丸子，谢谢我能宝，谢谢我无痕哥哥，大家辛苦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咱们尾数被拿捏了，对，是的，辛苦大家。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辛苦，辛苦，辛苦！感谢我们小飞续费的阅读会员，没有赢呢，欢迎我们小俊。感谢我们，对他们家的榜石打得很厉害。谢谢我们风哥哥。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我们的榜石没有赢啊，我们榜石没有赢他。他们家榜石已经玩得很溜了，是，没事没事，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辛苦辛苦。他们他怎么这么会尾数啊、他们家经常玩的，对对对，挺厉害的。谢谢我神秘人大哥，大哥太帅了，大哥太豪横了，感谢我神秘人大哥，谢谢我们神秘人大哥，谢谢谢谢。好好好，开麦了没有？开麦了没有？嘴都要卸麻了吧？这卸了一天了，嘴都像……怎么回事啊？真的是对面主播怎么回事啊？家里榜石这么弱，2000分都补不上来，真的是。对我们总票打了你很多呢，你不要，还好吧？被你们家偷了，你们家那个老六，这一天到晚老整事儿。对，咱们下次也到他们家去整个事儿了。咱们下次 ，I'm One Piece。什么吧 ？OK， 哦，我的手机关机了。什么？我手机关机了。神秘人大哥，你看把你打回来了。哎呀，真关机了，真关机了。他都不会是，他都不会是屏幕吧？啊，我也这么，也这么夸张吗？手机关机了。中电啊！兄弟们，充电要三分钟，老六拿下。充电是三分钟，充电，立刻马上。OK， 我充电，等我一下。充电，立刻马上，等你。这老六手机还关机了，对，神秘人大哥是气吐血哦，为什么接你榜十啊？啊，神秘人哥哥承让了。身上了、哎，这不是屏幕图片，是给大哥打个电话。我就要听神秘人的声音，我不管。神你个头啊，神秘人！打不血，我信你个鬼啊！打不血个头啊，打不血！你不往死里揍！大哥微信我都没加呢，你不信你问大哥，但微信我没加。那你不是说跟榜一大哥打？只能跟琪琪啦，跟我琪琪打电话了，琪琪啊，说好的榜一打不空不怪我啊，不行，榜一必须榜一，是榜一是榜一，等我打开了，我打开了我就剪，可以让你们家神秘人
哥哥脱掉他的马甲吗？啊，大哥只用小灵通。大哥怎么可能只用小灵通？嗯，还在充呢，还在充呢。你说你圈这么多，你还不如就换个手机。你圈这么多、哎、干啥呀？手机它也有没电的时候啊。主播，你的手机电池不行啊，你圈这么多，你多多少少就换一个好一点的手机、啊。手机也没电的时候，它也有没电的时候。你等我一下啊，嫂子。感谢点赞。你看吧，它真充不上。介绍一个主播，嗯，你说你敢不敢去打？就问你们家兄弟们敢不敢去打？谁呀、啊？暮雪，没有不敢的，我不认识。哦，暮雪，上次把他打了。我跟你说，上次我们是50万票把他打了。我跟你说，暮雪嘛，打了之后他还说，然后打了之后我被抬走了。他们家在我。就打了之后他们家输了嘛，输了之后然后就得得得，你懂吗？懂我意思啊？然后就抬走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懂我意思吧？我懂了。对，上次我们家大哥，我觉得大哥跟你什么时候输给对面大哥了？雪哥叫他去打、他说你现在去打打暮雪是吗？你看我们家大哥愿不愿意、我去打。你看你们家大哥愿不愿意？暮雪家大哥已经发话了。哈，可以可以，来不及上了啊啊！雪哥说那来不及上，他还是来不及上了，输了不就输了吗？大哥啊，好，来不及上了。这一次咱们家没啥条件。没关系的，跟谁打不一样？雪哥，你说跟谁打不一样？咱们现在掰扯一下。喂。喂，圆圆。你睡了吗？哎，圆圆。你睡了吗？我没睡，我旁边在打麻将。打麻将什么时候有空啊？打麻将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都有空。什么时候都有空？哎，我下播了，我这两天播的有点压抑。那要照顾好。你旁边有人吗？你旁边有人吗？我旁边在打麻将啊，我在跟你做做管理啊，管控啊，他要干嘛啦？就这两天不太想播，这两天就是想出去玩。那就好好休息，照顾自己的身体。要不我去找你呗？行啊，行啊。我去找你。行啊。那我明天订机票，你打算怎么就是怎么带我去玩呢？游遍整个武汉，武汉你在抖音里面能够刷到的地方我全部带你去个遍，我请全都去一遍。但是我不想出去玩，我想就是待在酒店里面跟你聊天。那也没关系啊，我只是就想待在酒店里面跟你把我的家人全部安排好。你还有孩子啊？你带你孩子一起来吗？我把我家人全带着。你不能够就是我们两个人好好聊一下吗？这大哥真直。那可以啊，你说嘛。对啊，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聊天，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我们两个就不能够单独聊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是吗？那、那打算你让我住几天呢？你心里的想法了呢？其实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那你打算让我住几天呢？随你开心。随我开心。随你开心，对。就是几天也行，那也行吧。那明天就来了。那我需要带什么吗？就是带什么衣服？你想看的什么衣服吗？都可以，妍妍的都可以。都可以是吗？就是丝袜什么要带吗？身材好，那个什么衣服都驾驭得了，这不是别的问题，不是衣服。你喜欢黑丝还是白丝啊？
大哥快不行了，黑丝多一点。黑丝多一点是吧？就那种吊带呀、啊、什么的，是不是、啊？那鱼网啊什么的，是吧？吊带。啊、哦，好好好好。夏天穿少一点，穿吊带。啊啊啊！我懂了，懂了，我知道了。去水上乐园。OK OK。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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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就那你明天见吧。好的好的，明天见。OK OK， 那我挂了啊，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啊，留点体力。好的好的。对，不然明天要聊很久。好的。OK OK， 好好，那我挂了啊。休息去。啊！大哥被你整的麻将也不打了。啊！武汉人，对，好吧 ，OK 吗 ？OK 吗？如你所愿 ，OK 吗？欢迎丸子，欢迎我们丸子，大哥惊喜别讲，哦，还有祝福的，好，我撤了啊，欢迎我们缘分天注定，福在天注定，拜拜，下次祝你希望你们家啊哪个大哥？带上九月一起，嗯，那就不带九月了吧。还有没有人到风？还有们，哦，谢谢丸子哥的花海泛舟，感谢丸子哥，谢谢你刚刚打给谁了？我打给丸子哥，打给了我们丸子哥了，刚刚打给丸子哥。感谢丸子哥，谢谢丸子哥的花海泛舟。明天开始休息了，归期待定，生了孩子再回来吧，家人们。没有，打给了我们榜二了，我们家管理。打给了我们家管理呢，这一天到晚的，打算生几个？大哥哪敢打呀？大哥微信都没加呢，那哪敢打呀？不得打死我？那不得打死我呀？这不，哎呀，大哥每天都忙着几个亿的工作，几个亿的生意呢，你去打人家多不好意思呀，是吧？有现成的，有现成的，在哪里呀、啊？现成的在哪里、啊？让我录一下。现成的在哪里、啊？让我录一下。半年见，太夸张了吧？半年见太夸张了吧，家人们？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不用那样了。最后一波，我们送五二零了，好吗？应该没有多少人了吧？嗯，应该你应该没有多少人，我们一起戳一波，最后还有一波，最后还有一波。嗯，有没有谁要去睡觉了？有没有谁要去休息了？嗯，我们戳一波五二零。江姐想不想换个新职业？应该还有很多人在。哎，我刚刚是没截图吗？刚刚那个是苏小飞 iPad 的会员是苏西遥小飞，陪我到下播是吗 ？OK OK。既然你们要陪我到下播的话，那我们就是11:50抽吧 ，OK 吗？对，既然你们说陪了我到下播，我们11:50抽，这波抽三个，最后一波我们抽三个，应该是中奖机会应该很高吧？我从开播到现在抽三个。感
感谢王子的一号，谢谢我们王子哥哥的一号，感谢王子哥。哎呀，大哥真大气了，谢谢王子哥，大哥真的大气，连我的灯牌都没有，给我送一号，好开心呀！谢谢王子哥哥。大气了大气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谢谢我们丸子哥的花海饭桌，谢谢丸子哥的抖音一号。丸子不是丸子，是丸子哥，对，丸子丸子分傻傻分不清楚，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丸子丸子傻傻分不清楚。是连木雪吗？连他吗？不连他吧，连他的话很那个，不连他了。欢迎摩托，鞋子鞋子啥也分不清楚。欢迎我们菠萝。好，没有脸，没有脸，不脸了，不脸了。好的，不脸，我们不脸他。等一下，他们家大哥就是哭哭哭哭丧，会打我。怎么不脸他？那我们去脸一个朋友吧，去脸个好朋友。哦，去脸一下殷小杰吧，小杰儿。不脸他。啊、哦，殷小杰儿。好，被拒绝了。那就不脸了，没有什么好玩的朋友了，没有啥好玩的小姐妹了。嗯，丑剧了，那不是丑剧，可能咱们家实力太硬了，别人不敢连了。连个顶的，连个身材好了是吗？我唱个歌大家助兴。嗯，你们想听吗？要不我给你们唱首歌。哎，既然如此的话，反正还有最后一个红包没有发呢，也让你们就是说把自己就是心灵净化一下也好。唱什么？给你们唱一首好听的歌，要不要？唱一首，把他们都唱睡着，然后就。啊，你这个可以把他们都唱睡着，然后就礼物就是你的了。啊，是吗？来一首《万江你刷华子》。我会唱了，我真会唱歌。那我们就唱首歌，没事了。净化一下你们的心灵吧，唱一首《万江》这么值钱，你早说嘛！谢谢我们笑笑开团阅读会员，你早说。今天要是唱了，今天唱了你。欢迎我们坑。是如爱如火会温暖了心，唱一个太阳吧，好吧，唱首太阳，都没有唱过歌，唱完吧，唱一首太阳。哇哦，OK， 你就是我的太阳，你太会夸了，你太会夸，唱歌大可不必，你去睡吧，
对，去睡觉吧。刚刚不是有人说困了吗？不是有人说要睡觉了。那不行。你总感到默默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太捧了吧，家人们。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也许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没关系，只要你幸福就够。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啊，不好意思，唱后面的话没力气了，给他力气了。啊，谢谢。对，唱到后面有点小紧张了。谢谢小区好声音，谢谢你这么夸我，尽力尽力局，尽力了尽力了，谢谢大家，谢谢。哎呀，今天就是不一样，今天就是不一样哟，今天都开始夸我好听了，对，还是不一样哟，谢谢家人们，谢谢，真好听。今天讲话多，嗓子有点哑了，是的，唱歌59.9分。为什么不能及格？你看别
别人都这么夸，为什么不能及格呀？就是不能及格了。啊，从你的歌声能听出你的舌头很疼，我不仅舌头疼，我从现在开始我心也开始疼了。对呀、啊，我不仅舌头疼，我心疼了。神秘人哥哥，你那伤到人家的心了。心疼了，我心好疼呀。谢谢，大哥的意思是有成长空间了。大哥意思是说可能就是还得继续加油。可哦，大哥的意思是满分60分。对，白哭了，没呀，哪白哭了。大哥在大哥心里满分是60分，你不知道吗？大哥可是一个非常严格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对，大哥不仅低调，然后做事非常严谨，然后又有格局，所以说满分的话是满分数是60分呀。啊，怎么还有人一只眼睛会整天笑啊？就是我啊，怎么啦？怎么啦？还有笑笑，满分1000分。哎呀，这一天天的，待会给大家抽3个520。哎，心疼，心还有点疼呢。你们要多夸夸我。嗯，在你的直播间可以认识好多大哥。是啊，对，我直播间大哥很多呢，直播间就是支持我的大哥特别多。确实要多夸一夸呀，确实要多夸一夸，是吧？嗯，苏小飞上麦说一段你的获奖感言，我看一下。小飞平时一直在夸我。对呀、啊，我知道，他平时一直都有夸我。来，上台演讲一下你的获奖感言，你获得这个礼物啊。嗯，观众连线开启，邀请连线，苏小飞在吗？苏小飞，申请连麦申请，这是谁呀？抢先连线，苏小飞一直在夸我，一直在夸我，我找一下啊，我看一下苏小飞还在不在啊？苏小飞，大哥也在打麻将，哦，没有啥说的啊，不行，你今天没有啥说的，也要说两句。啊、对，没有啥说的也得说两句。在我的榜21是吗 ？OK。哎，为什么我找不到他呀？你申请一下。干饭申请了，干饭你要上来聊天吗？干饭，欢迎 Oh my God。OK， 我打开了，你申请一下，我打开了，你把麦申请，一会儿打个媳妇接电话就尴尬了。大哥说，你方便吗？不方便就算了。对，你方便的话就那个，不方便就算了。你也想低调是不是？你想当我的低调大哥？谢，1000字吧，1万字太多了，1000字1万字吧。这不得把 CPU 的给干坏了，对不？把我们小飞 CPU 的给干坏了。想低调一点是吗？那好，那就下播就是给我来个1000字告白吧。对呢，我这长这么大还没有收到过情书呢，私下里面就给我来个1000字的读那个情书告白吧。好吧，你要是不方便了，你要是在直播间不方便说的话。对，我可以偷偷的。还有一波，是的，我们还有一波呢，3个520，不可以私下说，哈、啊，一定要熟悉的那种，没有熟悉的没有诚意。那我们最后一波发群里面，最后一波，家人们，3个人，最后一波，我要
五二零，五二零。OK， 最后一波加梦，最后一波咱们可以一起踊跃参与一下。最后一波，我们可以一起踊跃的参与一波，一波一波，最后一波了，家人们，最后一波了。对，抽完都差不多了，抽完差不多了。今天真的就是，哎，家人们，真的就是把时间管控的非常好。我都没有想到，我以为我会加班，就是把它抽完呢。我之前那些礼物抽到一点钟。对，之前那些礼物直接干抽到一点钟，今天可能就是刚刚好就抽到十二点。你蛮才是冷冷是吗？对，听说就是前榜三才有，就是机会就大一点，前榜三的机会大一点。什么时候抽了一点钟了？就是那一次，是元旦节的时候，那一次元旦节的那一次。对啊，上一次抽到我都就是说发烧了，发烧了。借您吉言呢，七七，我感觉是你了。生日还是过？是过年，就是元旦节了一会儿，真的就是把自己抽到烧起来了。所以说还是有那个啥，咱们左下角的福袋可以一起参与。元旦抽什么来着？不是抽了很多东西吗？元旦的时候，哎，我们元旦抽了好多。元旦的时候抽了我，你还抽了那个 iPad， 一样的也抽了 iPad， 然后还抽了很多东西呢。那个时候。对的，那个时候抽了好多，还抽了很多个抱枕，然后还抽了五二零红包，188红包抽了很多。那会儿的时候，你知道那会儿不是刚拿了个大奖吗？刚不拿了个那个欢迎我们于总，那会儿刚拿了一个年度前七名啊，对。那会儿刚拿个大奖，然后就是很开心，然后就给大家抽了一波。iPad 长期合作伙伴，那次一个都没中。那一次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一次的话我是加团之后，现在这个的话是七级牌子以上以及加我们会员，对，所以说概率会大很多。对，图兰挨打报你名字好用不？还不错呢，我可以罩着你。对，你来湖南的话，我可以罩着你。下次出手机，下次我们就是 iPhone 十五出来，我们出 iPhone 十五好吗？好吗？那前提是我要就是挣到钱了，我都没挣到钱了，我就给你们发了。对，等爷爷挣到钱了，什么别说 iPhone 十五了，天上的星星我都打下来给你，好吗？别说 iPhone 十五了，那天上的星星我打下来都给你了。我上次第一次中了，一辈子的运气都花完了。哎呀，好吗，宝贝们？对，等到时候，我想一想，应该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们一周年的时候，对，就给大家送两台 iPhone 十五，好吗？一周年的时候给大家送 iPhone 十五，直接就是送。三台 iPad， 两台 iPhone 十五，在，我只是说那个时候，如果我还播的话，如果我还在播的时候，泰莫五哥，如果播的话，我们就给大家送嘛，一周年了。五哥晚上好，五哥，欢迎我五哥，五哥晚上好。什么时候抽奥迪宝马？哎，你直接把我娶回家吧，好吧，你直接把我娶回去，欢迎明月。你要不直接就是说把我娶回去吧，娶回去啥都是你的了，命也是你的。木瓶别画饼，一年后抽风，一年后就把风给抽给你们，把这个互联网就把整个长沙全都抽给你们。啊，你抱着感恩的心，可以。OK， 完全没有问题。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chê mày. Muốn muốn là cái thằng chết mới mê tay nóc cho mày không được pha. Dứt chơi là chơi tay bế. Chỉ lu pin 是吗？录吧。我整个长沙我都可以分你啊。把这个地方打下来给你啊。群里石头流吗？真不画饼，我真不画饼，我是真不画饼。到时候周年庆的时候再说吧，是真的啊。空头支票，你们到时候，哎，你们可别说，到时候你们能看我那么久吗？你们等多看我两三个月都不会看了，你们会看那么久，是吧？那更别说我播不播了，我天天都在播呢，对吧？到时候我希望你们都还在呢，希望还是这一批人，希望你们能陪到我。别说半年了，是吧？一年两年，对吧？就我播，只要我播，你们都在，那么那才是真正的开心呢，是吧？那才是真正的开心呢。我们不就是是不陪我到生小孩，陪到我生小孩，好家伙！啊，OK， 那以后等我结婚了，我也直播；等我生小孩，我也直播。好吗？等我生小孩我也直播，等我就是说等你孙子孙女一起看我是吗？可以的，完全没问题。OK OK 啊30年后可以一起跳广场舞。我就希望，不是，我不说以后吧，我就希望，就是说希望我一周年的时候你们也在。对，没有说什么其他的，那太遥远了，是不是？我就希望就是一周年的时候你们都在，然后就是还是一批人，然后再给大家送更贵重的礼物，都是爷的一点心意，希望大家不要嫌弃了。欢迎我们整活，欢迎于总，你要怎么整活，于总？必须都在呢。那爷爷就很开心，对吧？那爷爷就很开心。我会继续努力的，欢迎我们于总。对，跳舞吗？你想看什么舞蹈啊，于总 ？OK， 那我们就跳个舞给他，跳个舞。啊，我们跳个舞给大哥看一下，跳个舞。等我发财，就算我不发财，我也不会忘记你。对，就是发财的时候会送重礼嘛，不发财的话我们就先备一份薄礼送给大家，薄礼 OK 吗？对，发财的时候咱们送一份大的嘛，是不是？就是大家别嫌弃就好了。 OK， 那我们跳个舞了。好，跳什么？跳个鱼，跳个 number nine 吧，跳一个 Tiara 的 number nine。对，等开完福袋再跳，都可以呢。把这个福袋开完，没有加福袋的话，我们可以；没有加会员的话，我们可以加会员。
了保时捷。哎呀，可惜可惜可惜。OK， 好，跳个舞蹈。给我们于总看一个舞蹈。于总还在吗？不会。等久等了，谢谢我一菲老婆。说嘛，对你来长沙没有跟我说耶？你是不是嫌太麻烦了都不告诉我？
啊，你跟我说了，你都没有关注，我都发不了信息给你。这个大哥真的很豪横，微信没有加。DJ Ivan， 大哥太豪横了，谢谢。对了，我给你发消息发不了，所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不然的话，高低得请我们就是于总吃个饭啊。高低得请我们于总吃个啥？吃条鱼啊。谢谢大家，感谢宝贝们，谢谢你们。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啊，对呀、啊啊。这不得来长沙，你不得吃，请我于总吃个饭、啊？那怎么能够进我江艳艳的地主之谊呀、啊？谢谢我们于总，感谢我于总，谢谢我于总。好的。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快看他们，欢迎我们星星老婆，欢迎我们简哥，感谢我们于总，谢谢于总，哇，谢谢我们老婆的花海，感谢我们老婆的花海，谢谢星星老婆的花海，星星老婆，我们的就是奖品已经结束了。对的，你是不是太忙了？谢谢老婆，还是太忙了吗？感谢我们于总，谢谢我们于总。欢迎我们小迪，刚到家呢。没事，他们都没有收到我的吻呢，要不我给你亲一口。九十二个会员了，对，他们都没有收到我的么么哒，没有收到我的亲亲。哇，谢谢老婆的浪漫一击啊！感谢我们老婆，谢谢老婆。什么叫今日初吻？这就是初吻，没有今天，明天。感谢我们于总，谢谢于总，谢谢，谢谢我们，感谢我们星星老婆，谢谢大家。啊、还好我还在、啊谢谢我们于总，感谢我于总，于总辛苦了。你在长沙有玩些好玩的吗？对，在长沙有没有玩什么好玩的、好开心的东西、啊？谢谢，欢迎我们豪神，欢迎我们可乐自己。Gente, ela parece uma mola。啊，想不到晚上还有这点福利，那肯定那福利多了去了，多了去了，多了去了。谢谢我们一夜，感谢一夜全程陪跑。哎呀。哈喽轩儿，轩儿我们玩一玩吗？好久没跟你玩了，轩儿就把我忘记了。没有，就我有一次拉你，然后呢你就是正好在里面就拉不进去啊。我在跳舞那个时候啊。 OK 那咱们怎么玩呢？我们就玩我们结尾。哎，我们结尾的话我们就跳个舞好不好？跳舞这么好看、可以吗？ OK 好。我们就不打过程。好 OK， 好 OK， 最后还得蹭个吻，最后还得蹭个吻。欢迎听风格。
水哥，恭喜断水哥中奖了，恭喜我断水哥中奖，断水哥不错，今天手气很好呢，谢谢我们乘风战士的鲜花，感谢我们乘风战士的鲜花，我在炫了有十一级了哟，啊好厉害哟，是不是守护中的小姐姐看得过来吗？听风哥哥这一天到晚的不知道翻谁的牌子了，战神哥接中两次了，战神哥欢迎吴桃，今天晚上很厉害哦，很欧哦，感谢我断水哥灯牌，谢谢灯牌，谢谢挺欧的，嗨大公子，嗨我们下雨，我们打完自把啤酒我们不打了，我们下播了哟，家人们，对我们就下播下播，然后明天见了，你也有他的抱枕，厉害了厉害了，我们有没有感谢我一样，于总对面跳舞很好看的，于总你可不知道，对面他没有站起来，他一站起来跳舞很好看，于总没我好看，你不相信我，他们家上次我说他们家那个，上次我说他们家大哥十个号就是他家，他们家有个非常厉害大哥，拿十个号给他打榜十啊，于总我就是想报个仇而已，你就是这点机会都不给我吗，于总，对啊，我相信你自己，哎呦于总，还不可以换场的，对不换场的，哪有世界就换场的啊，哦，感谢我们云总的浪漫列车。为什么他是抖音有延迟吗？为什么这么晚才看到这个礼物啊？他是不是有延迟啊？感谢我云总，谢谢我云总。于总你家的床大不大，一个人睡怕不怕，谢谢于总啊，最后一分钟啊，他们家摆数字来了啊，报纸能买吗？可以买吧，应该，我不知道能不能买，最后四十秒，咱们家能不能够九十说，有没有一个啊，有没有一个好哥哥能够智能一手，一会儿坤沙还我，现在嘛感谢我菠萝，人家要现在不打哦，刘哥还没上呢，哪里没上呀，不上了吗，哪里没上呀，他们家大哥说他很厉害啊，谢谢我神秘人哥，感谢我神秘人，他们家大哥说他好厉害啊，他们家谢谢我们神秘人哥，感谢我们小菠萝，谢谢我们莫哥，谢谢我们小哥，轩儿就不给一次机会吗，轩儿
这不给一次机会吗？老打你老打不打不过，每次打你都打不过。你大，你被大哥保护的太好了，被大哥，你是出来是出来干嘛的？是出来就是造福人类的吗？出来 PK 就是有来友谊的，太好了，你是大哥把你照顾的太好了。嗯，好，那我们就跳个舞吧。好，欢迎我们动动。好的，嗯。我跳个什么呢？跳个什么？跳个大摆锤。好的，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好，嗯，好，越来越好，好，谢谢，直接飞天上去了。无价之宝，谢谢我们于总，感谢我们于总，谢谢。嗯，双屏的话看跳舞看不到什么，双屏的话它放大了。感谢我们战神，谢谢我们战神的闪耀星辰，感谢我们战神的闪耀星辰，谢谢战神。感谢我们于总，谢谢于总。于总还想看舞蹈吗？我去换个衣服给你跳。我换个稍气一点的衣服给你穿。看够了，好。啊，大哥太好了，大哥格局太大了，大哥谢谢，谢谢我们于总，感谢我于总，谢谢我们鱼儿，任务完成了，该爆的爆，该爆的妹子也去叫叫了，好好好，我们也要睡觉觉了呀，我们明天还要直播呢，谢谢大家。待会儿下播了，可能还要就是说去跟，还要把那些名字登记起来。待会儿下播还要把那些名字登记起来，不然忘记了，不然的话我今天要直播忘记了。好，谢谢我们于总，感谢我们于总，谢谢我琪琪，感谢我们神秘人哥哥，谢谢我们丸子，谢谢我们菠萝，谢谢我们能宝，谢谢我们单身哥哥。今天感谢这些中奖那些小哥哥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辛苦还要发奖呢，要不你给我发吧，琪琪，这么辛苦。感谢我们孤单，谢谢我们战神，谢谢我们听风，感谢我们沉默，谢谢我们爱情，感谢爱情双刃剑，谢谢我们小刚同学，感谢我们宁，谢谢我们宁葵，谢谢我们亚亚，感谢我们稻草宝贝，谢谢我东游哥，感谢我们丸，谢谢我们逍遥哥，感谢我们王子，谢谢念念哥哥，感谢我们依依，谢谢我们水勺，感谢我们逗比虫。谢谢我们宝宝，感谢我们洞洞，谢谢我们人间冷暖，感谢我们姐姐，谢谢随心所欲，谢谢我们和哥哥聚聚，感谢我们洛伊，谢谢我们食品新品会，休食新品会，感谢我们 KL， 谢谢我们九九，感谢金星无糖，谢谢大家，谢谢，谢不过来了，嘴都吸。
嘴都卸瓢了。再次感谢我们神秘人哥哥，神秘人哥破费了。再次感谢我们神秘人哥，谢谢我们，谢谢我们于总，感谢以及感谢我们酒吧，以及感谢在榜和不愿有在榜的每一位，谢谢我们野货哥，谢谢大家。于总，明天见吧，于总，明天早上，如果你起来的话，记得来看看爷爷呀。啊，好，谢谢宝贝们，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谢谢没有中奖的大家，就是说在直播间陪伴了这么久呢。中午的话不行，那晚上呢？晚上爷爷穿性感的衣服给你看。好，明天中午，那我们明天晚上吧。OK， 那我们晚上见吧。谢谢于总，感谢于总。那我就先撤了呀。不久可以通宵是吗？那太辛苦了，谢谢大家。那太辛苦了，宝贝们，太辛苦了。感谢我神秘人，谢谢我神秘人哥哥。好的，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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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